CJ Wow Shop 独家优惠，带给你时尚优品 Playboy 男士皮夹套组，好漂亮哦！这个皮夹是的 ，Playboy 强势回归了，那它是跨时代的国际时尚品牌啦，成立于1953年，它深受潮人用户的这个时尚指标呢是每个人喜欢的一个品牌啦。真的，它是百分之一百精选头层小牛皮皮质柔软细致，耐用又防磨啊！哇，太好了，它造工严苛，强韧精致，它极简约时尚的设计，以及这一个实用性呢，于一身啊。真的，而且它是薄而有量的优于收纳啊，多元的隔层精细区分，所以你有多少张卡都可以放进去里面。对的，试驾原本是299,000，今天这档节目听清楚了，给你下发129,000，限量优惠只需要179,000而已。真的，而且好礼相送啊，我们要送给你一个呢，多用途的随身包，价值149,990。真的，而且好礼相送啊，我们要送给你一个呢，多用途的随身包，价值149,990而已。真的，而且好礼相送啊，我们要送给你一个
Merry Christmas， 欢迎光临 CJ Wow Show。你好，我是 Gary 杨俊成。大家好，我是 Emerson 杨贤。Greenland， 有没有准备礼物送给你的老公，送给你的孩子呢？你不要在那切了哈，你说，哎呀，这样老了还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呢？我跟你说，送礼哦是一份心意跟爱的表现来的。你想想看，你有多少年没有送过礼物给你的另外一半，送给你的孩子呢？那当然你会觉得说啊，很难买礼物了，不懂得买什么礼物了。可是今天我们这份礼物呢，真的可以让你的另一半呢很喜欢很喜欢的哈。那当然，说到 Playboy 这一个品牌呢，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你穿的衣服之余呢，也不要忘记哦，我们身上的这个配件 accessories 很重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带给大家呢，就是这一个非常有这个知名度，非常有这个时尚品啊标志的这个 Playboy 啦。对了，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带给你的是一个经典黑的 Playboy 的男士皮夹的套组啊。我们还送给你呢一个多用途的随身包，这是价值149令吉的啊。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漂亮哦，可是说的这个腰带啦，哎，这个呢经典板扣的腰带哦，穿在男人的身上真的漂亮。而且呢，你看一下。这一次 Playboy 还特别定制了这个礼盒，就是当作你送人的时候呢，就很漂亮了，看到吗？哇，整个就很高贵大方。当它一打开的时候，你会发觉里面，哇哦，竟然呢是有这个皮包啦，还有就是这个腰带，看到吗？所以收礼的人肯定很开心。而我拿起这个皮包的时候，你自己也看得到说，哇，你看一下吗？它的这个 logo 呢，非常的就显眼嘛。对。而最重要的是，它是采用了这个头层的小牛皮来制造哦，100%牛皮啊，所以它很柔软，你看看到吗？可是当你打开它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哇，里面有很多的隔层，可以装很多的卡啦，信用卡啦，甚至是你的 IC license 等等，15张卡都可以放进去里面。这边可以放你的照片啦 ，IC 啦，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照片框，看到了吧？而且呢，你会发觉里面的它的这个容量呢还蛮大一下，而且缝工车工很大很大，很好。OK， 然后最重要的是一点是什么呢？各位朋友，如果今天你买皮包了，你买的是一个 PU 材质的，你要知道你老公用什么。皮包哦，你用火烧一烧它就可以知道了。你看一下，我现在用火烧这个皮革啊，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对不对？可是当你烧了之后，你看我稍微这样抠一抠它，哎呦，哎，太恶心了，脱皮了，看到吗？梁姐，这个就是普通的那个 PU 皮革哦，它的这个不好的地方，你用久了它会脱皮，然后被火烧到它也会烂掉。可是相反的，我让你们看一下。Playboy 的这个男士的皮夹，它很耐磨，就算你用火来烧它，你看哦，用火来烧它也没有问题，因为它经得起考验啊，你看。哇，钱包真的是要经得起考验啦，因为每次放在就是这个裤袋啦、屁股的口袋这边，一直磨蹭磨蹭，如果很容易坏的话，对，可以啦。而且它里面呢也是真牛皮来的啊，各位朋友，我再烧一烧给你看一下哈，就算我现在烧它，你看烧这个 logo 的部分啊，看到吗？就算我在烧它。Okay， 还是一样原封不动的。OK， 好，然后再擦它，也同样没有问题。所以这代表什么呢？这是真金不怕红炉火。如果要买的话呢，就真的是要买真牛皮的皮夹，比较耐用啊。对，那当然不要忘记哦。今天如果你是在外面买一个非常就是说有名气啦，然后就是真牛皮的这一个皮夹的话呢，分分钟要去到800多令吉，整千令吉。但是今天不需要哦，一个皮夹整个套组只需要多少钱？179令吉。而且呢，给大家的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头层真牛皮制成的这个皮夹啦。没错，而且我跟你讲哦，其
其实呢，如果你要买皮包的话啦，真的是要买呢真牛皮的，然后呢它比较可以耐用的，因为、哦、皮包就是聚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品嘛，对不对？那如果你买到一个哇用不到半年啊一年啊它就烂头烂怪了了，就其实在风水角度不是太好。然后呢我们这个皮包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就是防盗刷的功能。那今天呢说到这个防盗刷的功能，就是我们这个 RFID Block 了。那今天呢我们把我们的这一个信用卡啊放在这个钱包里面，那如果是没有这个 RFID 的功能的话呢，是很容易被盗款的，对不对？那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 Playboy 的钱包呢是有 RFID 的功能的，当然如果 key in 了的话呢，我们把它就是说放在我们的这一个信用卡机这边，哎，它是怎么样没有反应，也就是说呢你的钱呢是不会被盗刷的、啊、okay, 你拿掉之后你看到它其实完全没有反应，就表示说如果你去旅游的时候啊，你就不用担心说人家就是在那个MRT 上面呢、啊、就盗刷你的这个卡的钱呢、啊、是的。那但是呢如果呢我们把这个信用卡放在一般的这个信用啊这个钱包啊皮夹里面的话呢，它是没有我们所谓这个 RFID 的功能的，所以呢当有人要刻意的就是去到你的这个钱的话呢，非常简单的、哦、他拿这个信用卡机贴到你这个口袋上面，他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做一个怎么样，哎，盗刷的这个动作了。哎，你看听到声音了，你看其实这个盗刷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在很多旅游地方呢都有发生。你看 receipt 跑出来了。对了，这 receipt 就表示说它已经是过账了，你知道吗？如果你去旅游，你去搭那些地铁的巴士，很多人的时候，哎，他们只要拿一个盗刷的机器在旁边呢。滴一下，那你的钱就被人家盗走了。是的，可是今天你放心，只要有这个皮夹就可以防盗刷了，放心啊大家。对，当然也不要忘记了，今天在这个套组里面除了介绍皮夹给大家之余呢，我们就说了今天的套组很强大，因为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这个裤带。那Gary 手上拿这个是不是你家里老公一直穿着的裤带呢？对，大家看到吗，这个皮带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已经是脱皮了。哎呦，脱皮到这样子，你每次带出去你不会不好意思吗？人家看到这种地方啊，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应该是没有钱买皮包，腰带也没有钱买，而且这个呢如果你肥了的话就没有办法穿戴，一定要打洞的嘛，对不对？把它丢掉啊。是的，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就介绍给大家，有的就是 Playboy 这一个 PU 皮革非常好看的一个这个裤带。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裤带头呢，四四方方，简单的这个设计看起来非常的时尚。那当然也不要忘记哦，我们看我们裤带里面的时候它是有这个一格一格的卡槽设计的，因为有了这个卡槽设计呢，我们穿起裤带来呢就不需要去打洞咯，没有打洞的话呢就比较耐用，对不对？那当然要穿戴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啦，只需要这样放开它，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裤带穿到我们里面的这个裤这个这个头里面去了，然后就轻轻这样拉，你就听到哦。哇，好厉害啊，这样子就可以固定这条腰带了。而且各位人家你要知道哦，45寸腰的人都可以穿戴这一条裤带，不需要打洞，然后呢你还可以自行剪掉它哦，对、啊、自行呢去调整它的这个长度了。对，所以这条腰带是在套组里面的，你知道吗？很方便很方便，而且很高级大方，今天我们两个人也是有穿戴的。是的，在这边啊很好看，对不对？那你不要忘记在套组里面除了这一个裤带之余呢，我们要介绍给大家，哇，非常好看，精简而且时尚，现在时下最流行的这一个随身包，看起来设计非常简单，那当然实用性也非常的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把这个水喷射在上面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哦哎、里面会湿掉。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轻轻的一抹，哇，我们就可以把它轻轻松松、欸。它是防水的嘞，所以如果你老公时常有加摩托啊，去做工啊，淋雨啊，所以这个包包就可以装它的皮包啦、啊，装所有的东西，因为你不用担心下雨的时候淋湿里面的重要物品啊。对，就连这个拉链呢有一个防水的设计啦。今天我们的容量非常大，为什么呢？今天去旅行的时候，你看。非常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把，你看我的 passport 拿出来放在前面、哦、太简单太轻松了，对不对？对。再来呢，里面容量为什么可以说大，因为就连我们的钱包啦可以放进去里面，手机放到里面没有问题，就连很多的这些小小件的物品呢都可以轻而易举的放到我们的包包里面去的。真的现在很流行哦，这个随身包，尤其是年轻人呢都很喜欢带它去旅游啦，然后去逛街，因为它就背在前面嘛，很时尚。所以 Lindsay 你买回去这个包包你可以送给你的小孩子， OK， 年轻人最喜欢了，很多隔层，你要可以拿来当斜肩包也可以，你要放在你的胸前也可以，这个随身包啊，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多用途而且超好用的这个随身包。总之现在时下最流行就是这个包了，因为挂在胸前的话我们不用担心东西给人家偷掉了。
对了，大家看到吗？今天我们带给你的这个价格呢，真的是非常的便宜，179令吉而已，市价要299令吉的。可是今天我们是限量350套而已啊。那如果你要购买的话呢，真的要好好的抢购一下。而且呢，我们要送给大家呢，就是这个149令吉的随身包，非常的方便好用啊。那当然，如果呢你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的话呢，赶快拨打热线1800180808，或者用我们 CJ Watch 的手机来抢购，31套已经卖出了，谢谢大家，哇，赶快抢购，赶快抢购啊！那最重要是什么呢？今天你买回去的这一份礼物呢，其实真的是老公孩子都会很喜欢。你不要想要说，哎呦，买包包给他们哦，他们会不会不喜欢呢？哎。我身为男性了，我肯定是知道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深夜黑色。然后这个皮包，如果你带在你的身上或是来付钱的话，你都会觉得说它非常的高级大方的哈。是的，其实说真的呢，如果你要找一份非常好看的这个礼物呢，送给你的男朋友啦，或者是老公，我跟你讲，这份礼物非常的体面，非常的得体，除了颜色好看之外呢 ，quality 也是一级棒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呢，它的这一个品质呢，是用这个高级的这个头层牛皮制成的，所以不要浪费时间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又或者是呢去到我们手机 application 把这个 Playboy 的这个皮夹赶紧带回家咯。来，今天带给你的 Playboy 男士皮夹呢，市价可是需要299令吉的啊，可是今天限量优惠价179令吉而已，非常值得抢购啊！而且不是这样子，我们好礼相送，送给大家的呢是价值149令吉90仙的多用途随身包，太棒了！真的，而且呢，它是一个经典不变时尚型男的指标皮包了，所以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来抢购了，1800180808，或者用 CJ Workshop 的手机来抢购吧。下载 CJ Workshop 手机应用程式，注册新的账号，填上基本的个人资料，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购物啦。选择你想要购买的产品，点击 Buy Now 的按钮，输入 Postcode， 选择地区，输入门牌号码和路名，您所订购的产品就随即为您送上，天天精彩，天天 wow。啊，桂玲姐哈，对，你要记得哦，男人的皮包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主宰财运啊。你看一下，佳琪把我们的 Playboy 的皮包送给她老公，你看一下她的反应哦。其实当她一看到哇，有一个这么漂亮的皮带的时候，而且是 Playboy 这个国际品牌，还有这个真牛皮的皮夹，她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开心。你看一下，是的，里面还有很多隔层。对于有很多信用卡啦、IC 啦，或者是现钱的你们，对你都可以把它放进去里面，整整齐齐的哈。那当然，除了就是可以送给老公之余呢，其实也可以送给你的小朋友啦，你的儿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在哦，有哪一个小男生不想成为 Playboy， 对不对？每个人都想做 Playboy， 因为这个 Playboy 的品牌呢是一个时尚的指标来的，所以呢，送给你的儿子做一个生日礼物啦，又或者是面试成功的礼物呢，都是非常的体贴的。为什么呢？因为男人一定有这个皮包，要有这个皮带，还有这个随身包呢，才可以出去更加的得体啦。对，可是林姐，你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给你的这个国际品牌，而且是真牛皮的皮夹，很贵很贵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今天呢、去那种高级的 shopping mall 啊，你买的话，肯定它已经299令吉以上，800多到1000令吉。你看，我带着这个我们的正品随身包去台湾，去拍照的时候，你看是不是觉得很漂亮，对不对？对。而且它可以装很多的东西，我们是送给你啊，149令吉的这个随身包，
送给你啊。是的，当然不要忘记了，其实我餐穿在身上的时候呢，49套已经卖出去了，是觉得非常方便的一点呢，就是你可以把东西呢全部都收在包包里面。那当然钱包这一方面呢是更加的厉害了，因为呢大家是虽然薄，但是可以装入很多的卡片，还有很多的现钱。不管呢你是怎么样一个搭配，休闲装啦，又或者是穿的专重一点点，我们的钱包呢都是额外的，就是看起来非常时尚的。好样哦，你没有看到 Emerson 带着这个随身包的时候，其实刚刚我的感觉呢也是一样很一样的啦。对 ，OK， 所以你就算不要送给你的小朋友，你的老公也可以用 ，OK， 你自己喜欢的话也可以，因为我们要去旅游的话，肯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随身包来的啊。真的，而且这个明星产品呢，其实得到的口碑是非常的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买了的朋友啊，你看他们都在网上留言说，哇 ，good quality 啊，这个真牛皮呢，真的很值得拥有。而且呢，他买到这个皮包啦、腰带的时候呢，都感觉上非常的开心，很满意，看到吗？给五星啦！是的，我们说五星是为什么呢？除了皮夹非常厉害之外，就连皮带我也非常喜欢，因为哦，我们今天的皮夹、皮带呢，不是一般的皮带哦，是一个有这个扳扣的这一个扳扣的这个裤带头。是的，那所以呢，61套已经卖出去了。今天如果你要一个好的品质的皮夹，要一个好品质的裤带的话呢，把 Playboy 带回去就非常适合不过了，因为179令吉，你可以变得非常帅气，非常的有气派，拿来送礼啦，又或者是新年啊，又换新的这个皮夹的话呢，非常适合啦。那各位林姐，你听我说哈，人家风水师傅都有说过了，皮包皮夹呢，大概1-2年就要换一次的。你赶快看一下你老公的皮夹有多少年没有换了。如果他5-6年都没有换，你看一下他的皮夹是不是已经开始脱皮，很残旧，然后打开的时候里面呢好像烂头烂瓜这样子啊。那如果在风水角度来看，他是不聚财的。你相信我，要不然你赶快去问一下风水师傅，你上网去看，一个好的皮夹可以聚财的呢，就必须要是真牛皮，而且黑色呢是最好的。所以如果老婆买给老公的话，哎，这是一份最佳的爱的表现，一份心意，而且呢也可以帮助到他更加的专注工作，赚更多的钱啊。那是的，大家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的这一个皮夹里面呢，它除了就是很好看非常实用之外，就连我们的这一个裁剪呢也是非常的就是精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个皮夹那边其实是有这个2条我们所谓蓝色的这一个线条的，线条，对，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裁工呢裁剪呢是非常非常的精致，而且非常贴心，所以呢看起来非常时尚又非常的大方啦。你知道身为男性啦 ，OK， 每一次想要买皮包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头痛，因为我不懂哪一些是真牛皮，哪一些是 PU 的，就是人造的牛皮啦 ，OK。所以呢，每次去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价钱好像都不错哦。可是摸下去的时候，又觉得它很硬邦邦，不好用。而真的牛皮，其实你一嗅一嗅就知道它的味道很香的哈。那如果你想说，哎呀，买好一点 quality 的给你的另外一半哦，你买名牌啦，800-900令吉，有些1000多2000令吉，你买得下手吗？你看一下星星，真的，他拿着我们的这个随身包，其实也很大嘛。真的，连女生都可以穿搭在身上，就是说男女朋友之间呢，也可以互相来做一个调换的。那今天不只是这样子哦，我们的这个皮夹还有一个怎么样的很厉害的功能，你听一听哦，179令吉，你就可以把这个有 RFID block 的功能的这个钱包给带走了。现在时下太恐怖了，很多人要盗取你信用卡的钱，对不对 ？OK， 各位林姐，我们现在已经卖出了74套了，你要记得，今天我们只是限量350套啊，所以如果要买的话，真的是要赶快抢购一下。那刚刚 Emerson 所说的 RFID， 记得它是一个防盗刷的功能来的。如果你的皮包有防盗刷功能，你去中国、你去欧美旅游，你不用担心被人家盗刷你的信用卡的资料，被人家刷走你的钱啊。那当然，现在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喜欢大爱我们 Playboy 的这个皮夹。那如果你是打电话进来遇到占线的问题，不要紧，不要紧张，要做的东西呢，就是拿起你们的手机，去到我们的手机 application CJ Wow Shop 呢，用5%的 Wow 购积分的方式呢，可以用可以把它带回家啦。真的 ，OK， 你还可以赢取5%的 Wow 购积分啊。对，其实上网买是最简单的啦，各位林姐，我们还是 free delivery， 免运输费的啊，将产品送到你家。那今天是平安夜，明天是圣诞节，如果你还没有买圣诞节礼物的话，赶快下手了，你的另一半绝对会喜欢。Yeah.
哇，今天我们有独家优惠，也是我们 CJ Wow Shop 的时尚优品啊 ，Playboy 男士皮夹套组啊。是的，今天 Playboy 人气回归，因为呢它是跨时代的国际时尚品牌啦，成立于1953年，它深受所有潮人的拥护和时代的指标啊。真的，100%精选头层小牛皮，所以它皮质呢是很柔软细致的，耐用又防磨啊。太方便了，你看它造工非常的严苛，强韧又精致，它极简约时尚的设计与这个实用性呢。 一生哦，对了，而且它是薄而有量，优于收纳，多余的隔层可以精细区分每一张信用卡啦，或是其他优惠卡啦。是的，最棒的是市价原本是299令吉，今天这档节目下杀120令吉，没有看错，只需要179就可以把 Playboy 带回家。便宜了，你看一下，还有这个多用途的随身包，桃李相送了，这位总值高达149令吉93，所以还等什么呢？赶快拨打热线抢购吧。 各位男士，如果你的老公或是你的孩子呢，收到这份礼物的时候，你觉得他会喜欢吗？很开心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 Playboy 的男士皮夹的套组，这个礼盒呢是他们特别订造的啊，看起来非常的高贵大方，对不对？对，送礼绝对是最佳的选择。当你打开它的时候，哇！ 里面呢竟然有一个皮包，还有一个皮带。然后我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皮包了。这个皮包呢厉害的地方在于什么？它是选用呢头层小牛皮，100%头层小牛皮啊，而且呢它是特别的柔软的，而摸下去它不是硬邦邦的。你看到还有我们的这一个 logo 在这边，然后最重要是你看一下它这边有两条蓝线，这个呢就是它这个比较精致的一个裁缝做法，所以呢你的皮包会比较耐用，你不用担心说。 用一下它就会脱线了啊！当我们打开它的时候，你会发觉，哇，它里面有很多的隔层 ，OK， 这边呢你可以放你的照片啦，放你的 IC， 这边还有 OK， 所以你买来送给你的老公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将你的照片放在这边了，而且它是可以防盗刷功能的。然后另外一点呢，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真牛皮，如果你用火烧它的话哦，它是经得起考验的哦。 你不用担心说烧了之后它就会烂掉，你看我擦一擦它，有问题吗？没有，所以很耐磨。你用这个真牛皮的话，也可以用很久。可是它里面也是一样，你看我就算这样子烧它，看它烧它，我这样去磨它也是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就是真牛皮的好处。可是问题是，如果你今天用的是普通的这个皮包的话 ，OK， 防造牛皮PU的哈，我现在这样子烧它的话 ，OK。 你要注意看哦，因为你老公的皮包如果现在是那头烂骨的话，就表示它是假的皮来的，看到吗？哇，擦一擦它就已经是脱皮了。你老公的皮包是不是这个样子？靓姐，过年了啦，要换一个新的好不好？不要不好意思啦，因为出到去给钱的时候，哎，人家看到你老公的皮包烂烂的，好像发霉这样子的，这样就不好了咯。是的，不要那么吝啬，对自己对自己的老公好一点点，因为呢，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用这个 PU 皮革的这个钱包的话呢，它就会脱皮，然后一格一格这样很丑很丑。那但是今天呢，179令吉，你就可以把一个真的头层的小牛皮皮包呢给带回家。所以呢，179令吉这个价钱呢一点都不会很贵。那当然你在外面买可能要890令吉了，但当然不要忘记，如果你是遇到占线的问题的话呢，听说我们要等一个两三分钟的时间。那今天教你更快更便捷的方式啦。遇到占线的话呢，马上拿起你们的手机去到我们的这一个手机应用程式。 去到 CJ Wow Shop 这个 application， 把它抢购回去就可以了。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个5%的Wow购积分等待着你。今天一个好的皮包179令吉，再来跟大家讲，还有更好的这个功能。对，它就是有防盗刷的功能的。各位朋友，你自己看一下，现在呢，我们有一张信用卡哈。对。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 Playboy 的皮夹里面，然后呢，我现在哦，就准备了一个盗刷的机，不是，就刷卡机了哈。对 ，OK。 那如果呢，我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这一个信用卡，第一，这样没有声音的哈。 没有反应，没有给大家看一下，它完全没有过账，所以这表示什么呢？它真的是很安全，因为这个防盗刷功能不是每一个皮夹都有的啊。对，那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信用卡呢放到普通的这个钱包里面去，没有防盗功能的哈，我这样子。 听到滴一声吗？对，所以滴一声就表示你皮包里面的信用卡呢被人家盗刷过账了。所以如果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啊，尤其是在中国啦，或者是欧美国家啦，他们有些人拿着这样子的刷卡机靠近你，这样一滴一滴，它就已经是。
刷走你的钱，很危险，对不对？那真的，如果是你是要预防这样的问题的发生的话呢，就一定要就是把这一个现在呢具有这个 RFID block 的这个技术的钱包呢给带回家了。对了，那我相信你的老公的皮带呢是这样子的 ，OK， 要扣带的，对不对？而且呢，你要打洞。那如果你的那老公突然间他肥了的话，这个腰带就必须要丢掉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看。它已经脱皮了，因为这个不是一个高品质的一个 PU 的腰带，所以呢，你戴久了之后它就脱皮。哎，你过年过节你带着这个腰带出去见人呢，你会觉得好意思吗？真的，你老公好意思你都不好意思，对不对？是的，不要那么寒酸了，换一个比较好看的这个套组了，把 Playboy 带回家。你看97套已经带出去了，那今天介绍给大家套组其中一个 free gift 呢，就是我今天手上拿的这个腰带，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看，对不对？首先你看它的design 啦，设计就已经非常的 fashion 了。再来呢，它是一个卡槽设计的，也就是说你不用打洞，你是用这个卡槽式的方式呢把它拉紧了。再来，很多人就觉得，哎，如果45寸我的这个腰很瘦的话怎么办？我来教大家怎么样做一个剪裁，怎么样剪短它，好不好？非常简单，你把它打开到后面呢，就看得到我们的这一个裤带头后面这个地方，你只要轻轻的把这一个裤带呢往里推，这样一下。推一推、okay. 就可以做把它拉出来、oh. 做一个剪裁的工作了，你看了吗？这边用这个剪刀剪一剪，剪短了把它放回进去就可以啦。对，所以各位人这样，这个腰带不只是你老公可以穿戴，你的小朋友年轻的那一个也可以穿戴，自己剪一剪就可以了，不用打洞。45寸的腰也可以穿戴这条皮带的哈。对，当然除此之外呢，还要送给大家的就是这一个随身包了。你看这随身包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这一边它防水，所以呢，如果你是出外的时候啦，把这些 passport 啦、证件啦都是放在里面的话，也不用担心，因为你看抹一抹就可以干净，而且又防水。拉链的设计也是非常的精致，为什么呢？因为还是有这个防水的功能在这边，所以说当我把它打开的时候，我们头一层里面有什么东西，有的就是 passport， 也不用担心它会弄湿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今天呢，我们的这一个隔间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大。打开给大家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我们去旅行哈，把电话放在里面非常方便，我们的这个 Playboy 皮包放在里面也非常的方便。再来另外一个隔层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东西啦，就是说我们去旅行哈，带上它就非常适合不过了，对不对？哎，如果你老公是有这么多去做工的话呢，这个皮夹呢真的是这个手提包啊，就真的是很好用了，因为这样可以背在他身上啊，就算下雨的话也不用担心。然后你看一下，今天如果你在市场上买的话，它市价要299。令吉啊，可是如果你现在买立刻呢，可以折扣120令吉，只需要179令吉而已。没错，而且它是有一个皮夹啦，还有一个腰带在那边。对，然后最重要是你自己看一下，如果你买回去，我们还送你一个多用途的随身包，是不是很值得呢？对呀、啊，149令吉而已嘞。这个随身包的赠品的价值 啊，是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整个套组只需要179令吉，非常的整齐，有皮夹，有皮带，又有这个随身包在一起，所以不要错过千载难逢机了。马上把 Playboy 带回去要做的东西，拿起你们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又或者是呢去到我们手机 application CJ Wow Shop 把它快点抢购回家了。来，各位靓仔，你看一下，在市场上你要买到真牛皮的这个 Playboy 的皮夹，要299令吉，可是今天限量优惠179令吉而已，可是我们限量350套而已啊。那当然不要忘记好礼相送，我们送给大家是价值149令吉90CN的多用途随身包，太棒了。对了，哎 ，Playboy 男士皮夹套组呢是一个经典不变、时尚型男的指标，赶快拨打热线1800180808，或者是下载手机来抢购吧。
来，那看一下哦，这个 Playboy 的皮夹套组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我们还有这个特别定做的精美礼盒。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买回去，你送给你的老公，送给你的孩子的时候，他们一打开看到里面，哇，有这个这么漂亮的皮带啊、裤带，然后还有这个真牛皮的皮夹，他们会多开心，而且一定赞你的妈妈。 你的眼光非常的独到，很有配惜哦。对，就是因为这样子呢，非常多人都大爱我们的 Playboy， 114套已经卖出去了。今天的 Playboy 呢是结合了时尚跟经典的这个标志，你带回去不只是一个名牌货，而是一个非常实用耐用的一个皮夹啦。对，其实这一位呢是我们的其中一位主持人佳琪，陈佳琪的老公。你看他收到礼物的时候那种感动的心情，从他眼神呢就已经散发出来了。哎，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送过 这样子的礼物给你的老公，给你的孩子的话，桂兰姐179令吉，真的很值得买。然后现在我们的热线呢是在线当中的，如果你要等的话，你可能要等个4-5分钟。如果你不要等，你赶快上网买，cjwowshop.com.my 买回去肯定呢你会很开心。你看一下。 这个礼盒我超级喜欢的，因为你就算你不要拿来送人，你自己拿来装东西都觉得它很漂亮。你有看到吗？我拿在手上的时候就变得多么高级，无论我穿 T 恤，我穿 任何的不同的衣服，它其实都可以搭配得很好。哎，是啦，讲真的，因为现在的钱包呢不可以太大个，如果你的家里的钱包是旧旧大大个的，大笨象这样子，这样就真的是 outdated 了。今天我们时尚的指标就是小又薄又好看，黑色是最重要了。对，你看一下哈，无论是我拿那个皮包，或者是一个多用途的随身包哦，其实它都真的是很百搭，而且呢可以带出年轻的这个气息。我还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鞋身包、鞋挎包嘞，真的非常的厉害。我们送给你啦，雷姐，你不需要再去买了，去旅游可以带着它了哈。是的，因为当然除了我们这一个皮夹之外呢，我们当红时尚的潮品哦，你看每个年轻人啦，他们身上都会带什么东西？随身包，一来它实用，二来呢它百搭。再来，你看一看呢，今天我把它搭在我们这个 sweater 上面看起来非常的年轻，不管什么颜色哦，都搭得非常的好看，这就是我喜欢这个随身包的地方了。然后林姐，我一定要跟你说啊，其实皮包呢，对于男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聚财的。对，如果你有看过、听过风水师傅讲解的话，你就知道了的了哈。那我们去看一下，你看这些朋友呢，他们买了这个皮包的时候，就纷纷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说 good quality 啦，哎，真牛皮，哎，真的，还有它的那个正品呢，也都是非常高品质，很喜欢。然后呢，他就说，哎，他买到这个皮包的时候呢，很满意，很满意啊。是的，你看这个钱包呢，那么多的好功能，而且又是这个优质头层小这个小牛皮制成的，只需要多少钱？179令吉。你在外面买哦，其他品牌的哦，都需要八九百令吉了嘞。对，你看179不现在买几十下手啊？对，现在呢，我们已经卖出了149套了，谢谢大家。不过各位人家记得，我们只有354套限量发。 发售罢了哈，然后刚刚我所说的哈，如果你发现你老公的皮包已经是三四年、四五年没有换过了哈，已经有点发霉黑黑了啦，或是每天摩擦到那个裤子开始脱皮，拜托你买回去给他，叫他换一下皮包，因为风水师傅都有讲过的，如果你的皮包啊，它已经是很残旧了，它没有办法聚财，其实这个真的是有根据的哈。那当然，除了就是不能聚财之余呢，那么烂的一个钱包哈，白色变黑色啦，很 丑的这样的钱包拿出去也不好看呐、别人看了觉得你很寒酸，你知道吗？一点品味，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因为如果你的老公啊拿出钱包的时候要给钱的时候啊，你看到你也会觉得，哎呀，不好意思啦、我们管不了别人怎么想，可是我们可以管得到自己哦，对于自己老公的皮包的一个看法。如果你真心觉得说，哎呀，我希望可以给他一个全新的皮包，可是又不要太寒酸了。今天179令吉，你买到这个是一个国际品牌，66年历史啊。 对，Playboy， 这是名牌。你外面买的话要279，可是今天179而已嘞。是的，什么？你还要多一个理由来买新的这个钱包吗？我给你多一个理由，新的一年新的开始，除旧迎新就是靠新的钱包了。因为我们要买新衣服，肯定也要买新钱包了嘛，对不对？所以把 Playboy 带回去非常的适合，好看、实用，最重要呢就是说我们是用真牛皮制成的。对了啊，今天呢是平安夜了，明天就圣诞节了。如果你还没有买礼物送给你的老公、送给你的孩子的话，今天是时候下手了。你不要跟我讲哦，哎呀，老夫老妻了，还要送什么礼物嘞？
兰姐，你要记得，感情是一辈子的事情，真的。最难得的就是我们与另外一半的那份爱情跟孩子的亲情，那送份礼物其实不会过分啊。而且我们今天不是用千多两千令吉买名牌的包包嘞，你知道吗？对，所以呢，179令吉，不管是买回家给你的老公、给你的男人，或者是给你的儿子的话呢，都是非常的适合不过的。今天不要忘记，我们说到送礼这样东西，我们还要连那个精美的礼盒都送给你。总之，你一打开，里面就有漂漂亮亮的皮夹，又有这个裤带，而且呢，整个套组还要再送你随身包一个。对了啊，各位林姐，我再补充一点啊，这个皮夹呢，它是有防盗刷的功能的 ，RFID 哈。139套已经卖出了，谢谢大家。记得我们只限了350套罢了哈。对。那再说回这个防盗刷，大家一定有听过新闻的。现在很多人去旅游的时候，发觉哦，一搭巴士或搭公车、地铁啊，哎，发觉那个信用卡被人家盗刷了，钱被人家拿走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普通的皮夹，就算你买名牌，它如果没有 RFID 防盗刷功能的话，一样阻止不了人家去盗刷你的卡。真的，那是你的血汗钱，为什么白白给人家偷掉了？所以你今天把 Playboy 的这个套组带回去，我来教大家怎么样把信用卡放在你的钱包里面，把钱包又放在我们的随身包里面，是不是 double safety 呢？哎，这样你会不用花钱去买那个多用途的那一个随身包，因为我们送给大家的，你自己看一下，男人收到这份礼物的时候，哎，真牛逼嘞！里面这么多隔层嘞，然后那两个相片框哦，就可以放 IC， 放 IC 也可以放你的照片。所以你男人去做工的时候啊，每天一打开皮包，看到的就是你的样子啊，多开心！这个是陈佳琪的老公来的啊。是的，所以呢，你想象一下，你今天你家里的老公或者是男朋友呢，是以这样一个爱慕的眼神看着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心窝，对不对？感情就要靠这样送礼的方式呢来做一个保鲜。那当然不要忘记哦，送的不是便宜的这些产品。送的是179令吉，但是呢，却是一个上好的这一个品牌，是一个大名牌，有的就是我们 Playboy 的这个皮夹啦。对，里面有很多的好功能，除了就是我们这个皮革非常厉害之余呢，里面有很多的隔间啦。对了，各位兰姐，记得农历新年是要到了的啦，农历新年要到了，是怎样？要换新的时候了。如果你的老公的皮包，听清楚，它已经是开始啊棉烂了，颜色已经是脱色了哈，那是时候呢帮他换一个。你要知道哦，如果啦你的老公的皮包它是棉烂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聚财的哈，这个是风水师傅跟我说的，聚财很重要。这么辛苦做工哦，结果呢才发觉每个月钱放进去皮包里面一下子就不见了啊，这样子就有问题了啦。是的，那可能真的是风水的问题，所以呢今天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要买个聚财实用的钱包呢，就把 Playboy 带回去。你看167套已经售出去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剩下190套左右，剩下的这一个数量真的非常少了，所以呢今天不要浪费时间，马上把我们 Playboy 的这个套组给带回去，因为只需要179就可以把欢乐开心跟惊喜带回去了。不要浪费时间，拿起你们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又或者是说呢去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 DJ Wall Show 把它抢购回家啦。来，今天带给你的是世界旺秀的时尚优品啊 ，Playboy 男士皮夹套组独家优惠啊！再回头找不到这个 design 啊！是的，太棒了 ！Playboy 呢，它成立于1953年了，它是跨时代的国际时尚品牌，那深受潮人的拥护，它也是时尚的指标来的。对，它选用的是100%的精选头层小牛皮，皮质柔软细致，耐用又防磨，这才是你要的皮包。哇，太棒了！那 Playboy 呢，它造工严苛、强韧又精致，它极简约的这个设计时尚设计呢，以及实用性于一身，太棒了，对不对？对，而且它是薄而有量的，优于收纳，有多余的隔层，精细可以区分所有的卡片啊。那最棒的地方，市价原本是299令吉，今天这一档节目要再一次强调，下杀120令吉，听清楚，只需要179，过了今天就没有了。你看一下，多用途的随身包送给你啊，这个赠品是价值高达149令吉90分的，送给你，不用花钱买，不要等，赶快抢购啊！真的非常感谢各位良姐支持，今天呢我们现在已经是卖出了179套，谢谢大家。说真的，
这个皮包非常的轻盈，薄而有量。我们一直说，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会太大，也不会太薄，也不会太厚，这看下去非常的漂亮，对不对？对。这是180仙哦，头层的小牛皮啊，所以我们用火来烧它的话，其实你看，你不用担心说哦，它会烧坏这个牛皮，所以它非常的耐磨。你看，是的，我去刮它。有问题吗？没有。然后你不要以为说只表层是真牛皮哦，你看一下里面哦，其实也是的。就算我现在烧它，这就是所谓的这一个真皮不怕红炉火了，对不对？真的，而且我烧了这么久，你再擦它，耐磨吗？耐磨。所以你用这样子的皮包呢，肯定可以用很久很久啊。那可是如果你家的老公哦，他现在是用普通的这个皮包，他是仿造的牛皮的话，就是 PU 皮质啊。OK， 你看这样烧一下子过后啊。OK， 它出现一个怎样的情况呢？来，我现在刷一刷它，它就有融化的情况了，而且有一阵那个 chemical 的味道，很臭，看到吗？脱皮了，各位朋友，靓姐，当它一脱皮，你的皮包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带出去给钱的时候，会觉得不好意思啊，哎，老公，皮包收起来了，好不好？那当然呢，除此之外呢，我们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今天我们买一个好的钱包，除了要好看之外呢，实用性也要很重要。为什么呢？现在的时代太恐怖了，很多人都要偷钱。现在更聪明，他们用的就是这一个信用卡盗款啊，就来盗款你的这个钱包里面的钱。那如果是呢，你的这个钱包有这个防盗功能的话，你看，哎。没有完全反应，没有反应，没有反应。其实，如果你今天买的皮包，就算你是买很贵很贵的这个皮包啊，你没有这个 RFID 防盗刷功能的话，其实也没有用的。你看，现在我们把信用卡放在这个普通皮包里面哦 ，OK， 你放下去，它滴一声，它就立刻刷走你信用卡里面的钱了。对，不是我吓你，现在其实你已经有看到很多这样子的新闻，真的，去旅游的时候呢，都被人家盗刷他们的卡。是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今天带回去的，除了就是好看又实用的这个 Playboy 的这个皮夹之外呢，就连我们的这个随身包也是非常的贴心，非常的有诚意。为什么呢？你看，用水碰到你骑摩托的时候啦，去走街的时候碰到水也不用担心，因为还有这个防水的功能，抹一抹就干净了。就连拉链这边呢，也是做的非常的贴心啦，剪裁也非常好。为什么呢？有防水的功能嘛。今天容量也超大的，今天把我们的这个 passport 拿出来去旅行的时候带在身上很方便，里面又可以装很多东西，钱包啦，我们的电话啦，你要拿笔来记录也没有问题。再来看一下旁边还有什么东西，还有笔记本啦，哇，我的天哪，还有多一个隔层在这一边，把我们的 power bank 也放在里面了。除此之外呢，今天整个那么大的一个这个随身包呢，你看都是要送给大家的。那林姐，你一定以为说，哎呦，这个真牛皮的，又是 Playboy 这个名牌的包包哦，是应该很贵对不对？是。市价呢要299令吉啊，可是今天你买的话，立刻可以省个120令吉，只需要179令吉就可以拥有这个皮夹跟裤带了。当然，我们还有赠品给你的，你自己看一下。这个多用途的这个随身包呢，我们就送给你了。这个赠品的价值是149令吉的。是的，所以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了。来看一看 Playboy 整个套组很强大，又有一个精美的礼盒，马上送给你家里的男人，送给你家里的那这个儿子都没有问题。来，赶快拨打热线来抢购了，1800-180808，或者用 CJ Workshop 的手机 App 来抢购吧。真的，今天是平安夜了，明天圣诞节，所以很多人呢都是要买礼物送给另外一半，送给朋友了。可是今天如果呢你买这个 Playboy 的男士皮夹套组呢，179令吉而已哦。收到礼物的那一位，我不管你是送给你的男人、送给你老公、孩子了，我觉得他们都很喜欢，因为我本身就非常喜欢这个皮夹，因为它是100%呢真牛皮来的哈。我跟你讲，真牛皮在外面卖179，不可能的代价啊，这边肯定是800-900令吉以上。今天 Playboy 带给大家，除了是一个时尚指标的这一个品牌之余呢，里面的钱包啦、我们的这一个裤带啦，又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随身包呢，都做得非常的精美，非常的贴心，有诚意是卖给大家的。真的，而且呢，你要知道哦，皮包呢不可能用5-6年都不换的，靓姐。真的，你的老公啊，如果呢已经是2-3年没有换皮包的话，今天赶快把它带回家好不好？买回去送给他。OK， 188套已经卖出了，我们是限量350套罢了的啊。如果要抢购，真的要赶快了。OK， 说回来那边哦，你知道我有听风水师傅说过啊，如果你要让你的老公呢聚财赚到钱哦，
皮包真的要选用真牛皮的，而且要黑色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不可以哦，就是在那边烂头烂的脱皮啦，或者是发黑啦，就是有一种霉菌在那边，因为那些对风水都不好。是的，所以呢，今天你看 Gary 讲了那么多跟风水有关系的这个东西哦 ，Playboy 就符合了所有的要求啊。它又是黑色，又是真牛皮，里面有那么多合成，除了可以收你的信用卡之外，那么多现钱的你也一定很喜欢用 Playboy 的钱包。对，你看我把这个多用途的这个随身包挂在身上的时候，无论我穿什么样的衣服，其实都是很搭，对不对？对，而且充满了年轻的气息。梁姐，你不要给你的孩子，你自己带着用吧，好不好？我去台湾的时候，你看带着它很方便，装了我的水瓶啦、passport 钱包等等呢，都是很多的空间的哈。那我跟你讲哦，现在呢，我们说了流行，我们这是随身包哈，在外面买的都是很普通的这个 bag， 但今天 Playboy 给大家是一个非常特别设计的这一个随身包来的，所以非常有诚意要卖给大家。对了，那现在我们热线还是持续在战线当中的，不好意思，如果你要等的话可以等哈，18001800808。可是如果你不要等的话呢，赶快上网去买 cjworkshop.com.ny， 用手机也可以。你看204套已经卖出了，谢谢大家。记得我们今天只有350套，如果你不买的话，下次错过了就不懂几次还有的了。是的，所以不要错过千载难逢的机会了。今天 Playboy 就摆在眼前，而且只需要179令吉，不要浪费时间。圣诞节、情人节又或者是新年呢，都需要新的钱包，马上继续抢购我们的 Playboy 包，天天精彩，天天哇哦！